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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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放掌。《身教集》请翻开到三百零二页。《论著注,注释版》请翻开到一百四十八页。 受用功德成就，这受用功德，听到这四个字呢就很舒服，就说你享受，你有功德，在娑婆世界也享受就造罪，啊，有些人贪官就愿意享受啊，结果他有功德吗？那么最后，他人大师呢有一句话：“趁佛愿为我命，焉可思议？” 这句话呢非常短，就六个字，但这六个字啊，嗯，非常精妙，所以这句话也是警句，也是妙句。趁佛愿为我命啊，不是说呢，不是我们自己我愿我怎么怎么样，而要看佛愿我如何如何。佛愿我往生，我就愿往生。说欲生我国，这是佛愿，那我们就愿生帝国。 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要照佛的意思。不是自己来设计自己，而是让佛来啊、呃、成就我们。所以这叫趁佛愿为我命。如果趁佛愿为我命呢，一定成佛；如果你自己搞一套以我愿为我命，那一定轮回。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不要用自己的愿望，不要自己的意愿、意志，啊、呃、这想法，就完全依靠依靠佛的。 那么，所谓的“乘佛愿为我命”，就是解释“受用”两个字。“乘佛愿”就是“受”啊，“为我命”就是“用”，用佛的愿呢来做我做我的生命。受就是接受、领受和享受啊。你接受，把佛的所有功德接受下来，领受过来，成为我们自己的享用它。所以叫这就是受用，为我命。那使用它，使用作用和功用，佛愿有这样的功能作用。 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。那么佛愿也好，怎么样称佛愿呢？佛愿，佛的愿望、佛力啊，佛的大运业力、佛的功德、佛的无量光寿的生命，都在这句名号当中。所以称佛愿为我命的方法，你就是称念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嗯，我们呃解释再多，千言万语都归到这一句当中。所以这一句呢。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天亲菩萨一开篇就说：“世尊，我一心归命。一心归命就是称佛愿为我命。我们所有的法门修行，就是净土宗念六个字，开头拿摩就是归命。这个称佛愿为我命，也是对六个字的解释。我们可以跟上大师六字誓啊配对着看。上大六字誓呢，解释拿摩者即是归命，亦是发愿回向之意。这就是为我命。” 阿弥陀佛者，即是其行，这是什么？这就称佛愿啊！阿弥陀即是其行，就不是称称上佛的愿了吗？称上佛的愿力了。所以这六个字就是解释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。你念佛就是要称佛愿为我命，念佛就是称佛愿为我命。所以念佛这这念佛的法门就是高妙高啊，它起起步就非常高，就是归命。 念佛如果还没有归命，那个不叫真念佛啊，还在那里自己打算盘呢，嗯，念佛这个还就是干脆利落，这个法门就是起点特别高。当然，我们说念佛法门下手易啊，成功高。下手一说你张嘴就可以念，但是本身这样，他对心性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。你再怎样的修行，如果没有归命的话，那这个人谈不上修行。 你对他，还他自己想一套，那那就行、是。咱这个法门一来就是归命，阿弥陀就是拿命来，要命，阿弥陀要我们的命啊！这个要命不是把你命给没了，要来我好给你修改、修理啊！我们就归命，佛要命，我们就归命。所以，台上善大师也说，印光大师也讲啊，要保持一句名号，以为本命元辰。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呢，就是我们的根本生命。 那么什么样的人愿意容易归命？什么样人不容易归命呢？骄慢必懈怠，难以归命佛，是不是？有骄慢的人，他怎么能归命呢？他他他的小命巴子捏在自己手上，他还要自己修行啊、嗯，因为他不能放下自我，不能舍命全交。哪种人愿意归命呢？哪种人容易归命呢？你看那个，呃，在水里淹得要死的，他不要归命，他自己喊要喊救命了，救命啊！ 啊，但是但是淹水淹的要死的，还有在火灾中烧的要死的，发大火了，人家在那边叫了，嗯、呃，还有那个生病要死的，病危的，嗯、呃，还有坐牢的，还要赶赴刑场的，呃，就是反正这一切有生命危险的，危在旦夕的，还遭绑票的，他就天天想着，哎呀，谁来搭救我、啊、呀？闺命了！还有坐飞机飞机那个失火了，啊，发动机失火了，那他他。他 是这样的，人心愿已经到了顶点，他就要归命了。他的命就是谁能救我的命，我都交给谁。平常让你交嘛，你还不愿意交。现在这哭爹喊娘的，谁能救我的命，我我有命交给你啊！你交给别人，他是要让他救救命的，也就是官经下下品的众生，这样的众生容易归命，具有两个：有无常观和罪恶观。无常观，我的小命嘛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到哪去呢？罪恶观要去轮回。 啊，要去受报受苦，这样的众生他就很自然就归命，所以积生性就是发起我们归命的第一招，这个第一个步骤，没有积生性，他怎么会归命呢？归命佛啊，非常、呃、功德非常大哈，打个比喻呢，就像一滴水归到大海里边 这个滴水吃亏了吗？一滴水归大海里边你就赚一大海水。你当下归在大海里边就速满足功德大宝海。这一滴水进到大海里边你就得了全部大海的深广啊！你也成为全部的大海。所以，我们闺蜜，我们就是一滴水。我们闺蜜阿弥陀佛，我们当下就领受阿弥陀佛的功德。 这就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和高妙。那么圣道法门自力修行呢？他是自己挖一个池子，什么时候能挖成一个大海啊？然后把海水往里面往里面灌，说我们的修行功德，这个很简单的，这个比喻很好懂的嘛。你都跳到阿弥陀佛大海去，不都行了吗？ 你自己挖个海，把海水往里面转，你什么时候能能够呢？说我自己修行成为佛，那你不是自己，然后说，哎呀，我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舀一瓢水，在那什么《大悲咒》里面舀一瓢水，你什么时候能搞成功的大宝海啊？没有用的。那么念佛法门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就直接整个跳到阿弥陀佛大大大宝海里去，因为大海是现成的，大海是唯一的，是现成的。 你这个池子挖的再大，挖再大，挖再大，挖成了一大湖了，挖的，到最后最后才发现，哎呀，池子水还进海的水才行，要跟大海沟通了，通了以后，你说自力修行到了极限的地方，他就知道要念佛了，因为世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那世界这佛他是他是它是佛的功德是平等是没有区别的，成佛都是一样的，你自己弄半天，别人成佛都现成的了，而且说给你你还不要。 这不知道，就英国大师说，这就非狂击愚，是念佛法门。如果你不来念佛，这这就是愚痴，要么就是狂妄。净土法门呢？你说你入大一，呃，入海和海入，你说这两个哪一个难易呢？难和易，快和慢。入海和海入，入海就是我们念佛法门，我们一滴水进入大海；海入就是说大海的水进你小池子。 你就是挖池子去，就是自力修行法门啊！我要学佛，学佛什么意思？把佛的功德稍微一点点学，一点点掏，一点点一点点的再把它把它运来。你个念佛怎么能比？念佛一下就跳进去了，你整个对不对？连衣服都不脱，啪跳进去，就跳进去，就是不就是你不就是这就,就是入海，入海和海入这两个能比吗？把大海水挑来到你知道？你有什么大池子吗？你什么时候挖那么大池子？ 这个池子就是菩提心啊！哎，菩提心在在挖。好了，你发了菩提心了，你发了菩提心也是个空的啊，是是一个、呃，就是菩提心呢就代表你的心量，菩提心呢就代表大海这里边的水。你就是有那么大的心量，你还要去照在永劫修行，三大阿僧祗劫修行，然后呢积累功德法水，慢慢慢慢灌满满，灌满，发现呢，人家早就有了。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呢、啊，快，这就是果地法门。一滴水进大海里边有多快？你们说？我们成佛就这么快。嗯、天上下雨，对吧？这一滴水滴到海里去，你每天看着天上下雨掉到海里去，我们成佛就这么快。 因为一滴水就是说，所以他上他让大这个天津菩萨说，速满足功德大渤海。这个速满足速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一滴水掉掉大海里去，你当下拥有全部大海一样的，跟大海一样的，你当下就这样。就我们念佛人说，那个祖师都讲了，你念念念佛，念念成佛，念念度众生。我们这心就跳到大海当中去了。你说进大海一滴水跟一江水有什么区别吗？ 这一滴水跟一江水，如果在陆地上看，那车区别老了。你一滴水跟一江水，你能比吗？但如果入大海的话呢，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一江水进去也是一大海，我一滴水进去还是一大海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滴水就是佛贤师不识字，你念佛；一江水就是什么子什么什么高僧大德，什么智慧啊！哎呀，跟我们比没法比呀、啊。但是进大海不都一样吗？ 所以这个非常简单，我们这个法门，我们根本就不羡慕人家什么读多少书，会多少打多少座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他进来还不是一样吗？对吧？你也进大海，我也进大海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不进大海，我们当然羡慕你，管你一江水，我们不要是一江一碗水都羡慕了，咱就一滴水啊，对不对？人家一碗水，你也得好几万滴啊，那咱就就没法比啊！你说清净的水和染污的水进大海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。你会打坐，你坐了半年。 我也不会打，一样的啊！你染物，你又罪业，你再怎么清净有功德，进大海都一模一样。这是海，这是什么海性功德成就，大海不随彼改也。进入大海必然一味不改，大海不随彼改，这是海性功德成就。极乐世界功德大宝海，那就是性功德成就。什么小凡夫啊，什么大菩萨了。 哎，什么杂染众生啊，什么业障众生啊，染物众生啊，颠倒众生啊，罪业众生啊，还有功德众生啊，善尽众生啊，到极乐世界来，统统一模一样，然后都是平等平等一相。这他怎么敢讲这种话呢？当然敢讲这种话，这是性功德成就。极乐世界性功德成就之后，什么人，就是说他方凡圣，趁愿往来，道死无数，其同不退。你到极乐世界来，统统一模一样。 一模一样，就是给你圆满功德，满足你，这样不大家都好了吗？没有说哎，这个平等平等说把人家有钱的人钱拿来给你分，这样有钱的人不难过了吗？是不是？这平等不叫真平等，下给你都充满，所以这到极乐世界了，乘佛愿为我命，这力量啊非常充足。 所以，我们这个法门呢、啊，绝对的果地法门。你说还有什么法门能超过这个法门？一滴水进大海的法门，就是我们念佛法门。咱就是一滴水，咱就进大海，对不对？这个法门绝对果地法门，因为法，这个海是现成的，是唯一的，已经成就在那个地方。你一滚进去，你就是佛。你哪有那么复杂的事情？让什么修成佛？什么时候能修成佛啊？对，这而且你修成佛，别人都已经修成佛了，修成佛了，他也没说修成佛，我有知识产权保护，我不给你，那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自己修。 他要修成佛就是你的，那你干嘛不要呢？若不生者，不去正觉。他修成佛是帮我们修的，他已经修成佛了。只要一个人成佛，一切众生都成佛了。当然要有方便。那么诸佛发心都是这样。可是如果我们跟佛的心光不交集，那没办法。但是阿弥陀佛那名号，他说我成佛了，我名号给你，你就能成佛。这你你你不你不这个这现成的，你不需要你那你说要自己这个何必呢？你何苦呢？ 啊、嗯，你用不着啊！你想成佛，总想快一点啊！没咋说，你想成佛，你还慢慢悠悠的来，你看是假的。这哪呢？是你想成佛了，还慢慢悠悠的。我想成佛，我一定要经过三大次你慢慢悠悠来成佛，哪有那回事呢？对不对？想当官的，今晚就想哪，就想就想当上了。说我想当官，再过十年再当上哪？他现在今晚就要当。想发财的，没说不不要等到明早晨。他真正想这件事，今晚就要得到，不就现在就要得到？这他才在想。 想成佛的人拿来说，哪还说我还搞了那么长时间？没那个是没就现在，真要想成佛，就现在当下，当下那就一滴水滚大海，<laughs> 就这么简单。这个佛力啊，都是现成的，成佛呢也是现成的。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啊，我们了解了阿弥陀佛的誓愿功德，我们才能了解十方诸佛的究竟慈悲。这十方诸佛不是为别人成佛的，不是为他自己成佛的，他就是为为众生成佛的。 但十方诸佛为众生成佛之后，他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。哎呀，这个怎么样让凡夫也下得到这个利益呢？阿弥陀佛解决了十方法界这一个啊成佛的难题，就有六字名号太空梭来回穿梭啊，非常容易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，为什么十方诸佛、十方诸佛都成佛了？为什么他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呢？啊，若我成佛，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希自界称我名者，不取正觉。他凭什么？ 哎，你还是菩萨的时候，就凭什么发这么大一个愿，让十方诸佛赞叹你的名号？这胆也太大了吧你！所以一般想一想，谁敢这么谁敢这么讲？你要让十方诸佛赞叹名，赞叹你的名号，你还是菩萨呢？让十方诸佛赞叹他的名号，那这名号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，有什么样的威德，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利用？他发这样的愿，他是总结了十方诸佛的。 啊，诸佛菩萨的愿望，然后发这个愿。我这愿如果不成就，那么十方诸佛当然不会赞叹。这个愿一旦成就了，十方诸佛就要赞叹。这十方诸佛，哎，解决我的难题了。好，这佛的名号就是把我们未尽的事业全部完成了，就是释迦这个是法藏菩萨完成了十方诸佛未尽的度生事业。这绝对是这样的。 孙中山先生一两句话说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”现在这两句话改了：“革命已经成功，同志不需努力。<laughs> ”是不是？这成佛都已经成功了嘛？这极乐世界也建好了，阿弥陀也成佛了，众生不需努力，弥陀已经成功，正需不续众生不需努力，你只要念佛就可以了。这个法门就是这样的，哪里还要等你？ 这是照咱永就修行白修的吗？十方诸佛赞叹是白赞叹的吗？十方诸佛都那么心悦诚服，你小也就是凡夫不心悦诚服，这没办法的事十方诸佛有智慧，十方诸佛有慈悲，一看，哎呀，是满足大悲，说法藏菩萨、阿弥陀佛，满足我等诸佛之大悲啊！我你成佛了，我们这个就这这口气就对吧？就舒畅了，畅佛本怀啊，畅一切诸佛本怀啊。 哎，这好了，所以十方诸佛都鼓掌，都赞叹，都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不然，十方诸佛都心有郁郁、郁闷，都在那在那做眉头呢。十方诸佛都在那开会呢，都在搞这个会诊呢，会诊啊、哎，会诊。十方诸佛就被娑婆世界小凡夫在那会诊呢。哎呀，说已经解决了这个疑难杂症，娑婆世界凡夫下下品众生成佛的疑难杂症已经解决，攻克了。 呃，十方法界最后的一个难关，那么十方诸佛呢，当然舒畅啊。弥陀已经成佛，众生不需努力。这个两句对联记清楚。所以无功用道，八地菩萨无功用道，就是说不要努力。说不努力怎么能行？不努力当然不行啊。但是有了阿弥陀佛不就行了吗？没有阿弥陀佛，前面有第一句话说弥陀已经成佛，众生不需努力。如果没有第一句话，那你第二句话吗？ 咱们有第有第一句话，才有第二句话。那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就两嘴皮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就是还能干什么？还能除了念佛，你干什么？你又不能干什么，你也不需要干什么，就念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法门那真是享受的法门，边享受边成佛，享受就有功德。下面大意受用功受用功德，下面就是无助难功德，享受不仅无助难，而且有功德。在娑婆世界，你享受吧，你享受就是造罪。 杀盗淫妄不都是想享受吗？你杀生哪个不是造罪啊？你享受就是造罪，就是有诸难，就是多灾多难。我们念佛这法门就是受用功德，无诸难功德，就是边享受边成佛，一边享受一边成佛。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快乐法门，叫安乐道，就是坐船的法门嘛，乘着船边乘船边成佛，哪有这多简单？这样的果地法门不修，哎呀，无论你什么法门，你讲的再好。 啊，这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禅宗什么密宗都非常非常好，但是都是对六字名号的一个陪衬，都是来解释的，让你知道难，然后归到这边来的。就是你非常好，你非常能修行，也不用修这个，只只要念佛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你修行是你你你你你就是这个书圣的南行道的法门，你能够修行。 你也用不着啊，有大船为什么不坐呢？啊，你走路是很好，这一千里路你是能走得去，你是身心太薄。但现在发明飞机了，你也可以省省事儿了，对吧？我看现在有的人嗓音嗓音再大，有人嗓音是很大，但是他也用手机，腿脚再灵便的出门他也坐高铁。哎、呀，闺蜜的大法门呐！好，第十五，无助难，无助难。 功德成就，一看这名字啊，哎呀，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法喜。无诸难，功德成就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多灾多难，有种种的苦难。到极乐世界没有难，我们本来是有难的众生，然后成就让你没有难。我们在娑婆世界什么都是难，眼睛不能睁，眼睛一睁就是灾难。有那么有,有那么有那么危险吗？ 比这还危险！你以为这六根呢、啊？叫六贼藏贼。这六根就是贼啊！就是你，你看什么就贪什么，看什么就给你，马上就给你牵那个地方，就给你，你眼睛落地，眼光一落地，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有有有一个这个吸盘，就把你吸住那个地方。就这么三界就这么厉害，你耳朵听到什么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有一个吸引力，就把你吸那个地方。嗯，你不管是喜悦还是嗔恨。 你都给他吸那个地方，恨啊！他扒得更紧，抓在里边，就是这这这，你别没办法脱离。这六根对六尘，在这个时间，你说受用受用，不就是靠这个六根来受用吗？你受用什么？六根受用六尘呢？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受用都有都是有灾难的，灾难大着呢，让人在永远在这儿轮回啊！所以在娑婆世界的受用，那就是有诸难，身心恼，多罪业，现轮回。 这个最难，这个所以有的修行人他吓得就眼睛就不敢睁啊，耳朵也不敢听啊，就闭塞六根，叫都摄六根，都摄六根后边你要没有净念相续没有用，都摄六根也是这样的，净念相续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在这地方你任何的受用不都是身心脑吗？若身若心都是让你去啊，呃，感受痛苦、苦恼，而且呢有很多罪业。 你只要享受就是有罪业，你不享受也是受苦，啊，所以在这在娑婆世界啊，嗯，就是非常难办。就刚才讲的这些造杀道淫妄的人，他不都是愿意享受吗？所以这个众生啊，真的颠倒。哎呀，当然我们也一样哈，不了解佛法都一样。一盘虾端上来了，虾上面还跳着呢，是叫什么嘴叫什么醉虾呀？啊，哎，那个虾还在那，把这个皮儿扒掉，个那个肉还在那抖呢。 然后就拿往嘴一塞，你说你不是罗刹鬼吗？你这个人是什么就叫文明人吗？这有、个、什么文明？你有什么仁爱？有什么慈悲？还让还搞酒在那灌着，说哎，谁谁谁来来来，还喊别人呢，说，啊关系好，关系好，喊你拉你一道下地狱。你说这，你这众生都迷惑颠倒哈，就这张嘴巴就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就贪吃这一个受用。人、哎、家受用首先讲吃啊，好吃好喝啊，为了自己的享受。 啊，造种种罪业，灾难无穷无边。那么到极乐净土呢，受用功德成就；到这个地方是受用灾难成就；到极乐世界受用功德成就啊，无诸难，没有任何灾难。有功德能灭罪，能成佛啊！就刚刚讲的，边受用边享受边成佛。你不管用什么，你看到哪里听到哪里，说、啊、八功德水一消，开悟，当铺心垢开，神月体对不对？风一吹，自然得风，徐其微动啊，温良柔软，不迟不急。 这个风一吹，啊，这个光一照，然后呢，身体也变成佛。打结的之后，任何受用，六功对六尘，所有这一切受用，自然就成佛。这叫受用无诸难的功德。所以，在娑婆世界，哎呀，真是，啊，这个危险非常非常大，眼睛都不能睁呐、啊。眼睛不睁吧，危险也大；眼睛不睁，一走路出去没有坑崩，对吧？睁着眼也有危险。呃，这个娑婆世界真难办啊。 庄严无诸难功德成就者，寂言等永离身心恼，受乐常无坚固。此云何不思议？今言身为苦气，心为恼断，而彼有生有性而受乐无见，安可思议？身呢，就是什么叫身为苦气？身就是苦恼的器具，器呀、啊，就是器具。 它有有这个储存和受用这种作用，那我们身体是干什么呢？是是储存什么呢？专门储存苦恼的，生命苦气，哈，生是拿来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盆，它是来装水的，啊，这个螺是来装什么的？这个身体装什么呢？生命苦气，它拿来就装苦的，你有身就没办法。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一切受用啊都有为难。你们想一想，有什么受用没为难呢？大家开动你们脑子思维，说什么受用没为难？啊，念佛那不叫此间受用，念佛当然没有为难。在这个世间，你们想有什么受用没为没为难？想最好的啊，想得出来吗？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有毒副作用，最没有毒副作用的就是母亲对我们的爱心、母爱。 受用母爱似乎没有为难，其实也有为难，是不是？母亲一死，你就要哭死你，这不是为难吗？说母亲在的时候对你照顾的好，哎呀，好的不得了，妈妈走了，你不是小孩子，哭的就是，这都是难。你你受用的时候就有难，因为这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说再好再好，好的不得了，到最后那无常的，这就是难。因为无常了，没有了，你心里面就是失落，特别的悲伤痛苦。 越好，你越痛苦，啊，所以这个世间啊，一切都是有为难的，因为最根本是无常，祸福相依，它向相反的方向转变。你这好东西，我们坏东西不讲了，当下就是难。比如说这个苦啊，当当下就不就是好的，快乐的，受乐，你受这个乐，最在世间最好、最温暖、最柔和、最没有毒副作用的就是母爱，但是这个也有难，啊，也有难的。 你比如说我们，我们自己什么？那你不也有难？大家都有难。你母亲生你、怀你、生的时候，多危险啊！是不是难、啊？对不对？都有产难呢、啊，是、啊、吧？那母亲生孩子的时候，说母子关系非常好，这个呃天伦之乐也是难来的。你不容易呀、啊，把你从那么小，那么你毛毛毛牙给你养这么大，容易吗？这里边经过多少难呢、啊？这这这个所有时候，一切所有都是有难。你得的时候是很苦。 你想得到这个快乐，你就要付出啊、呃、很多的苦恼艰辛。好，你要保守这个快乐，那你就更不容易，守不住，得苦守苦，失去了更苦了。失去了钱，失去了人，失去了可爱的丈夫，失去了可爱的儿子，失去了可爱的局长的位置，失去了别人对你的尊重，那你真苦啊啊苦！ 得不到，在那盼望也苦。人家发财，你在那老是盼望，帮别人盼一场。别人坐最好的车，你也是盼望。我什么时候能搞着车？什么时候都搞不着，哈，这盼望也是一种苦。在，总之都是苦，得不到，那也说也说你命里面得不到了，哎，心里边一脾气气儿泄掉了。所以在这个世界啊，不管是什么，一切都是有有有难的啊。呃，自己也苦恼，也让别人苦恼。 我们这地方世界受用也不公平，社会不公，资源也有限。我们前面都举了很多例子了，全人类大家对的发明都要讲受用，在征服自然、科技受用的同时，危难重重。就是我们最简单，现在坐坐车出去，没谁出去不坐车的。你说坐着车有多少为难？空气污染、雾霾，对不对？然后尤其是交通堵塞，你就是无法忍受。还有比这更难的。 连堵塞机会都没有，砰，撞上了，你让别人堵塞了，<laughs> 这这这这车，你看，你受用吗？前一段时间不爆炸，不是报到我们中国的大陆客到台湾去旅游吗？这旅游按说是个好的、快乐的事儿，是吧？受用吗？看看台湾的日日月潭风光，结果呢？呼，车着火了，二十四个人，这不是受用有诸难吗？ 乐极生悲，不要乐极生悲，乐当下你就生悲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啊，总之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谈了啊。生为苦气，心为脑袋，生啊就是所谓这个臭皮囊四大组合，地水火凤。之所以生为苦气，我们把这个身体啊也看得非常重啊，以为这身体就是我，为了他。 你不要造了多少罪，但是没有它也不行。端呢，就是开端和发源，心为脑端。我们呢，我们没有心吗？有心。这个心呢，如果你用真心作用，这个真心就是成佛的资源。但是我们都是妄心分别，妄心这个邪见，这样的妄心邪见啊，它都是苦恼的源头。端就是像一个线的这个头一样。 你有这个线了，你抽下来，然后因为有心起心动念，都是苦恼啊，心为脑端。像这样的心就要把它掐灭，是不是？掐死，但是你掐不死它，掐不灭。身心互动，苦恼相依，如轮旋转，永不停息啊！身和心，身影响心，身影响心影响身，苦有恼，恼有苦。 苦啊，苦和恼，恼是讲心里边恼，苦那是讲这个，呃，感管的觉受，这个苦，这是两种。这个心里面的苦恼，有时候比身体还还要难呐、啊，还要这个难过一千倍、一万倍。比如说你是身体吧，就扎一个刺儿就疼一疼了，哪怕剁一个指头疼就疼了。这心里边那个疼啊，那个那种苦啊，比如说你对你丈夫，你你心里边你是产生怀疑心了，你说那个拔都拔不出来。 说你儿子，有的人宝贝的儿子突然没有了，五岁、七岁、十几岁正要出力的时候没有，这个母亲啊，就是以泪洗面，多少年都洗不干净。所以这个心里边的恼，那是啊、呃，有时候恨一个人呐、啊，那你恨的你就是，呵呵这不好哈、哦，不好，不要恨人家，恨人家就是恨自己，啊，吧？你恨人家不是恨自己吗？是不是？你像你恨人家时候，那个心当下那冰窟窿一样。 那心非常嗔嗔恨，谁对方也不知道啊！你就是恨自己，这这是傻瓜才干这种事儿，不要恨人家，爱人家就爱自己。当你爱人家的时候，对别人有温暖。我们要听，只听好听的，说只说好，只说好，只听好，只接受好，只传播好，不好的一切都不要，因为我们心呢就是个储存室。有的人就是喜欢讲一些是非，喜欢讲张家长李家短，喜欢告状。 到到我这儿来，我一般都是不听的，因为我从小就被我妈妈打了这个不朽药了。说来说是非者，必是是非人。只要谁到我这告状，我首先对你没有好感。我我嘴上不一定讲，我肯定对你没有好感。你只要张三总总是告李四的状，李四从来不说张三，我就对李四就说这是叫好人。他不告你状，他就是好人。你老讲他，你就不是好，你肯定不不不不比他好。恶人先告状，所有事情来了就把他掐掉，就把他灭掉，不要给他讲。 这叫做不听是非，所以不要讲这是非的话啊，也不要听，只听好的。这些啊都会让我们呢产生种种的苦恼，在这世间啊啊苦恼特别多。在极乐世界呢，所以叫受乐常无间啊。关于这个“乐”这个词，在我们这个《愿生记》当中啊，也好多词，比如“愿生安乐国”，这国土就是安乐，就一个“乐”字。 触者生甚乐也是乐，爱乐佛法味也是乐，受乐常无间也是乐，众生所愿乐一切能满足也是乐啊！极乐世界啊,啊，整个叫做受用无诸难。那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身心所受用的都是法喜之乐啊。上唐老大师呢，把它说为四种乐，一个就是大乘乐，不须做住持之乐，远离游戏地之乐啊。这里说呢，前面说了佛法禅三昧之乐，总之这个乐。 就让你成佛，成佛的快乐。到极乐世界，身是法身，叫身心嘛。在这个世界，身呢是什么？四大啊，罪业和合,合，烦恼成就。极乐世界身是虚无之身，无极之地之法身。心呢是佛心，大菩提心。乐呢，乐是清净的净净乐，成佛成佛的这个乐。有人说，为什么要成佛呢？ 我为什么要念佛呢？你就不知道念佛的好处。你要知道念佛的好处，那你你怎么会不成佛呢？人在这世间不想快乐吗？念佛这种乐，而且成佛这种乐叫大乐啊！我们佛教里叫大乐，这个大乐就是所谓的常乐我净。我们没办法形容，也没办法想象这种成佛这种喜悦和快乐，因为它是自信里面自然本有的，它是。 永恒的生命永远延续这个呃不间断的啊恒长的清净的无我的寂静的，我们在这日子啊真的是苦恼的日子，所以诸佛他非常慈悲，我们说那样众生明明可以成佛，结果他在那里变得这么扭曲痛苦，在三界六道里边轮回，这是一切众生都是可以像我这样的身心大自在。 遍满整个宇宙法界，这种乐，如果从环境、从这个空间、从这个区域来讲，它整个乐，让我们乐，你顶多是你的身体、你的心这一块，这五尺高，对吧？你你享受一下快乐。它这种乐是整个遍满整个虚空和法界当中。那如果我们下了地狱呢？整个地狱，比如八大地狱，这个大地狱里面有多大？你的身体就遍满这个地狱当中，念念之间在受苦。 那如果我们成佛，我们这成佛的佛身是遍满一切法界，他这个乐是永远的，是遍布整个法界的，而且这种乐是清净的，没有任何的染污，没有任何的拖累，是自性里面本来就流露的。所以成佛为什么成佛？就是为自他，为自为他，真正的大乐啊！你得到这种这这种安乐快乐，那。 这个乐里面有喜悦，就是一种大慈悲心。所以成佛八苦娱乐，大慈大悲，看见众生在苦恼当中，而这个乐呢，是每一个众生都应该享有的。我们在这里做众生，不是我们应该就这样子我们是搞成这样子的。我们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那被谁搞成这样子？找他算账。被你自己搞成这样子，还能找谁算账？<laughs> 你说很多人不都自作自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在说不世界，绝对自作自受。还有点小事，心里面盘算，搞不下，这个皱眉头，然后心里面抑郁，然后怎么跟他讲，给他开解都开解不了，一定要以他的知见为主。你这不自己搞成这样吗？因为这种法喜法乐呢，它不以外缘而存在哈，所以它是自然的。而且在极乐世界呢，爱乐增道，你只要享受这个乐，你增增进你的道业成长。 所以，在快乐中修行，念念受乐，念念形成。就说你每念每念很快乐，每念每念增长功德。刚刚讲过了，享受享受着成佛。在这个时间一讲修行，大家认为是苦修行。苦修行就是没有修行，修行不能是苦的事情，对吧？修行怎么能苦呢？那说世间造业受苦，这是佛讲的苦集灭道。为什么这个苦啊？是因为集，集是什么？烦恼造业。 苦集灭道，没说修行是苦，修行是苦，谁修行啊？不要苦修行，乐修行。如果还在苦修行，说明修行根本就没上路子。那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顺着这个阿弥六字名号这种法性的功德，法性的功德，你就是有快乐，有法喜。那么佛陀出世的目的叫拔苦娱乐，结果你搞苦修行，你不是跟佛对着干吗？佛说：“我什么时候叫你苦修行呢？这个菩萨，你看释迦牟尼佛。 他被割离王割接身体，他当时他都是不是苦的，他都非常翻非常翻欢喜法乐的，因为无生法忍菩萨啊，如果我这愿望不虚，我要平复如故。他那个时候有大菩提心的快乐，说：“哎呀，好了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那个布施生命了。无神人”这无生法忍安住于无生境界当中，终于有机会可以为众生服务，终于可以有机会众生赴汤蹈火，可以割骨喂鹰。 啊，舍身似虎，为众生流血流汗，血像大海那么多。如果他不感到快乐，他能流血流大海那么多的血吗？他非常高兴，非常法喜，精进勇猛，叫精进力。那菩萨六度万恨，他不他不法他没有快乐，他能够坚持啊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！所以修行就是快乐，你修行，你真正的修行一定是快乐的，而且一定是清净的啊！这不是染物之乐，它是清净的。 不是说我们搞吃搞喝，说啊修行是快乐的，我喝酒就修行，那就是只有我们济公和尚是这样的，你还不行，对不对？你染污的不行。所以我就说，在此间修行，你觉得苦，说明你还没踏上正修行路啊，没有还没走上正路，你还在那在摸索，摸索的过程是一个苦恼的过程。真正走上这个正修行路了，一定是快乐的啊，有法喜之乐。 那我们在这里啊，就有身心的苦恼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舍掉凡夫的身心啊，也就是所谓的“趁佛愿为我命”，完全归命于阿弥陀佛，舍凡身心就可以得到佛的身心。舍掉凡夫的身心，那么佛菩萨自然会改造，就是你归命，你交给阿弥陀，自然他会给你，给你全部给改，把我们的身心啊啊给你改造过来，完全以佛力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十六大一门成就。 大义门成就啊，这个一个文字上比较多啊、呃，从往生论的文字来讲是最长的了。首先解释标题，这个标题“大义门成就”在我们这十七种功德成就当中啊，具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它是建立我们净土门大乘佛法的一个呃根本标志。大义门，大义，大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 称之所以之所以能够称为大称，大就是大称的意思，义呢就是大称的根本原因。大义门成就，在娑婆世界，大义门能成就吗？啊，我们在娑婆世界这样罪业繁复，大义门是不能成就的。到极乐世界不能成就的也给你成就，这叫大义门成就。那么这个成就两个字要怎么理解呢？成就这两个字啊，它的意义非常非常深的。以唐人大师的解释。 所谓成就，就是让那个本来不能成的人也能成，这叫成就；让我们必定要轮回的人，让你不轮回；让你决定不能成佛的人，决定能够成佛，这个叫成就；让你不种因的人能够得果；让不能成的事也一定能够成，不能实现的也一定能够实现。 你看这所有的这每一条每一条，你把它列起来看。你第一条，关闭世界上胜过三界道，有凡夫人烦恼成就，一得往生比清净土，是这不断烦恼的涅槃分，焉可思议？你烦恼成就的人凭什么到净土啊？按照你的资格，你没有这个资格，没有资格也给你一个资格，这叫这这就是成就。说我没有资格，我不能往生，我自取其分，自取其分也把它抓出来给你往，让你往生，这叫成就。 说我烦恼，我妄想不清净，不清净也让你清净，这叫成就。就说不清静的人，能够让不清净的人清净，能够让不往生的人能往生，能让不能成佛的人成佛，能让不能发菩提心的人发菩提心，这个才叫成就。说你自己能发菩提心了，那不那还要还什么叫大菩大圆门成就你都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你到了谓极乐世界来，那算什么呢？你自己都已经清净了，还跑到这来，这个叫清净成就吗？ 你都已经清净了，比如我们打扫卫生，是吧？你打扫卫生搞成就没有？人家本来就很干净的，你叫什么成就了？那本来很脏，你把它擦干净了，那你就要这就卫生搞好了，对吧？所以每一条啊，每一条大家回去呢对照看，当然大师的解释都是以不成就啊来显示成就啊，让我们不清净的人必定清净，让不能往生的人必定往生，让本来不能发大心的人。 你决定发这个大菩提心，让我们没有六神通的人，你决定有六神通，这都是我们没有的，就给你，这就是成就。你原来修了有因，叫你不种因而得果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成就，这是要成就不可思议力，成就不可思议力故，你没有种因的人，能可以给你得果。你比如说这个第四形象功德成就，说无成人之书，你都要到极乐世界来，呃，没有说。 负忍辱的端端正，我心之影响也，是不是啊？那现在怎么样呢？你到极乐净土来，你都一样的身相庄严，无称人之殊，盖净光之力也。我们修了忍辱了吗？我们种了向好的因了吗？你到极乐长那么漂亮，是你的成就吗？所以你本来丑八怪，你丑八怪能把人变成这个庄严相，这就是成就，这就是形象功德成就。 说你本来就很庄严，跑来还是这样子，那又叫什么成就呢？啊、哎，那就不叫成就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的让你是有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到说，这“成就”两个字，你看到了，你就知道你成佛决定了。还天天在那儿想说，我的资量没有成就，我的功德没有，我清净心没有成就，我什么菩提心没有成就，谁不知道你没有成就啊？嗨，你自己讲，我们都知道你没有成就啊。那阿弥陀佛说你没有成就，我不是成就不可思议力了吗？成就不可思议力故。 如彼摩尼宝性相似相对法故，你没有成就，我有成就了。你需要什么，从里面都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成就要要深入理解这“成就”两个字的意义。所以什么功德成就，这叫功德成就，不是说它是固定的啊。它叫阿弥陀佛成了就，就是他自己的，它是个动态的。不仅是阿弥陀佛成就了，是被一切众生成就了。成就在六字名号里边，你要什么都是，你不要也给你，兜里面都有了。那何况你还要呢？啊，所以大家要了解啊。 这个功德成就这四个字，它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。好，今天上午呢，我们就到这个地方。